日本四季剧团经典家庭音乐剧《宿敌小魔女》中文版将于11月30日至12月2日在北京保利剧院连演5场。《宿敌小魔女》是日本四季剧团原创音乐剧中的经典代表作之一，首演于1982年，在日本已演出达1100场。这部剧讲述的是一个有关生命、尊严、友情以及勇气的故事。这部剧的主人公从一个喜欢恶作剧、懵懂无知的小魔女，变成了一个乐于助人、拥有丰富情感的普通人的好朋友。随着这部音乐剧的不断上演，舞蹈、布景、服装、魔法等都在不断的更新改进，观众不仅被魔幻的舞台所吸引，更在想象力丰富的故事中得到启迪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